Oui, c'est moi. Et pour les messieurs, il va prendre du saumon fumé pour entrer. Oui, et après, on est prêt de... ce que nous devons. Très bien, madame. Et pour moi? Madame? Oui, c'est moi. Et pour les messieurs, il va prendre du saumon fumé pour entrer. Oui, et après, on est prêt de... ce que nous devons. Très bien, madame. Et pour moi? Oui. Je veux prendre un escargot. Oui. Et puis de... que de filet de bœuf. Quel cuisson, madame? Saignant, à point. À point. Oui, très bien. Parfait. Merci et... beaucoup, madame. Merci. Et pour le matin, oui. Le soupe d'agneau. Vous avez dit? Soupe d'oignon. De la soupe d'oignon, oui. Très bien. Et l'ensemble. Ou un lien tirant. Oh, le poulet. Tout à fait, la volaille pour madame. Merci beaucoup. Merci. Pardon. Non, vous en faites pas. Merci beaucoup. Et pour elle? Oui. Et pour le saumon fumé aussi? Très bien. Vous savez tout. Ouais, et... ah, pardon. Et bien, pour l'escargot. Alors, j'enlève le saumon, je mets les escargots, ouais. Oui. Escargot, et pour le pain, il va prendre dessous de nous. Oui, ouais. Solonique ou grillé? Grillé. Grillé, très oui. Bien. Merci. Ah, merci. Merci. 每个人都是透过努力来争取更多的选择权，选择你的生活，选择自己的工作，选择自己的未来啊。有要去动软化，都是因为我想要再多一条选择。这件事情我应该有个七八成想要确定要做。所以现在就是 有想要去实践这件事。呀呀呀呀，对对，待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当时的我是我自己自告奋勇说我要演这个角色的。我极力争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实现在偶像剧，其实现在戏剧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会写到，像大家觉得的女强人标签的这种角色，可是很少是像未来妈妈有这样子的空间。可以讲到这个角色的不同的面向，就是女强人不是只有一个面向而已，她不是只是很强势，或者说她只是工作能力很强，她一定还有很多有的没有的面向。她面对感情的时候，面对家人，面对姐妹，面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过程顺利，我们一共取出14颗卵子，品质优良，很不错哦。冻卵不是一劳永逸，你可以把你的卵子冻在35岁。可是你的子宫，你的人，还是会随着时间老化。真的，一开始还没有演《未来妈妈》之前，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还有时间可以商量，就是我可能应该还不用这么早考虑吧的这种感觉，但。演未来妈妈的时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功课，也加上本身的角色功课也在做，就会发现，时间真的是不等人的，尤其是卵子这一块是有时间压力。我因为国庆，然后其实有反思我自己个人的人生蛮多的，跟其实钟慧姐写的剧本里有一句话非常打中，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很多生活当中的努力的时候，都是希望让自己多一些选择，比如说工作上有没有多一点选择，或对象上有没有多一点选择，或者你的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是透过努力来争取更多的选择权，选择你的生活，选择自己的工作，选择自己的未来啊。有要去动软化，都是因为我想要再多一条选择。这件事情我应该有个七八成想要确定要做。所以现在就是 有想要去实践这件事呀呀呀呀，对对，待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态度不太一样。那当然，马哥跟夏能红都拿捏得非常好，就是他们都有把那个这种类型的男人的精髓抓出来。其实跟马哥不管是在演情侣的时候的戏份，或者是私底下跟他相处。他就是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逸感。那夏腾宏就是你跟他一起相处的时候，
我啦，我个人都会倾向是先告诉他我等一下会有哪些表演方式，或者是会有哪些情绪，先让他知道一下。所以就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跟夏仁宏就会觉得我们是好像要一起过关斩将的 feel。Very 相似 ，very 哦，应该就出道以来演的最接近我本人的角色，大概有五成有，就是已经有一半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郭庆本身的年纪跟刘品言现在的年纪是差不多的。应该说，其实我觉得我本身的个性是比较成熟的，然后也许是。我常常会觉得我是现在三十多岁才真正的活到适合我灵魂的样子，所以我以前可能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都是一直好卡，就卡在这个年轻的躯壳里，这样是现在才有一种破茧而出的 feel。 那怎么办？这不就是跟人生一样吗？你让他天晴的时候他就下雨，走吧。我不惜遗憾都是纪念，的访问大概三句就有一句，就是你现在几公斤，那你满意现在的身材吗？那种感觉就会让我很难受。那个难受是，哇，我做了再多你们都没有看到除了体重以外的事吗？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是有个几年了，几年之后我才开始懂得怎么去消化。对对，那你说拍戏上面说挫折也不算，应该说一体两面吧。因为上一次得那个金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没有印象，因为那个角色吉儿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外放、比较女强人，也会讨论性的一个角色。那七八年前大家看这个角色好像会觉得有一点太前卫了，太突兀了，放在我身上。所以因为吉儿得了金钟，反而也让那一两年好像蛮多人不知道该找我演什么。可是其实当时的我，因为这个角色得奖是给了我非常大的强心针，它让我知道说，哦，身为一个演员，其实你不需要只是待在舒适圈演你熟悉的偶像剧女主角的样子，比较需要被人家来救的，或者是比较天真一点，你也许也可以再挑战一些更多不一样的角色。我其实大家很多人会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就是一举得奖，因为 的心情。可是我其实默默会许一个非常机车的愿望，就是我可以让我一直演戏，然后一直入围吗？如果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因为金钟奖对我来说它就是每一年都会办的盛事，所以入围的心情很爽快，就是很像你去年做的事情有被看到，然后是有证明的，所以我希望我每一年都有这个证明就 OK 了。